将军起床。现在七点多。他们要去录歌了。今天啊？对啊。起来了，今天有事儿。今天要录歌。哎呦！为什么你睡觉连枕头都没有？叫像那个小百合千玺好吗？你要穿什么衣服？啊？你要穿什么裤子？你没穿裤子吗？你昨天晚上还写了作业？没事，我这段会掐掉。你是要穿裤子吗？我把灯关了，好了。起来了，起床去坐起来好不好？你看，他起来了。啊、然后一会儿再来。起来。按平躺，拿过来。起来。哎呦，起来，我起来，我起来。啊。起来。你把这个拿起来的东西拿就行。起来，打他，打他。为什么要我教？看他起来了，我爸吗？啊！现在起来了，看我真棒！站起来！那你快坐起来！看，坐起来了。那好了，我也是。起来啊！站得漂亮。所以你没起来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没穿裤子吗？啊。你快点出去。对，
你怎么又睡呢？你看一下几点了，都七点半了，好吧？啊？天喜还没起来呀、啊。起来，你不起来拉裤子来了。你起来，我起来，起来，这边，起来，我起来，我起来，起来，哎，拉裤子，穿裤子现在没穿，我乖巧的你穿裤子，他已经一直录着。王源，这是你叫醒他们花了半个小时的觉。跳个早操吧。好不好？还有早是啊。哦。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只想跟你分享，能够先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。因为爱。